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参观完富宇聚观地跟那个善显车库之后，还有时间我们就是联动到那个忠犬社区。忠犬社区它有很多的狗，因为它现在的话，后站还没完成，所以我们会走小路。我从这个像这样弯过来，啊、哦，这边就是一个小路。如果是开车来，其实这边都可以停车，啊、哦，这边可以停车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走一个小路弯过去，啊、哦，那现在的时候是芒果在开花了，芒果花，啊、哦，那前面也是芒果在开花，啊、哦，这边呢是啊雪桐，雪桐还准备要开花了。啊，这是母树，母树会开花。啊，公树是一颗颗。那红色的是九重梗。啊，现在芒果开了好多的花，今年芒果开了非常多花。啊，那这边的话要注意，啊，看到了，这边有指标，忠犬三 D 彩绘，忠犬三 D 彩绘，从这边进去，你看小狗的步道啊，看小狗的。啊，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小条，会有机车，所以走要小心一点。哦，这个就是走，是往那个啊忠犬社区的走过去。啊，这个路蛮小的，蛮窄的，而且火车、铁、机车会出没，然后机车开始出没，非常小的路，机车出没，机车不要过，我们走。走之后，你看芒果在开花，我们看到一个啊防空洞。真的是皇宫洞，古代的皇宫洞啊，现在就封起来了啊，在那边，这是一个壕沟型的皇宫洞，这算是一个蛮古的古迹。啊，在这边，那我们进去一下，啊，啊，进去一下，开一下，开一下。哎呀，这皇宫洞长得怎么样？这是一个壕沟洞而已，就是躲不了几个人。好，我们上来啊，这是一个不好的拍摄方式。好，再把它关进去。啊，这个话不知道什么事，放不到。啊，好难弄。啊，关上了。啊，这是一个防空洞。啊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行。啊，照到指标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指标出来的话，我看到一个全家。全家如果口渴的话，可以去全家。哦，啊，这边有个停车场。那你来忠犬的话，可以停在这边。停在这边的话，这个停车停在这边的话，可以去忠犬后走路到那个善宇车库跟富宇机关车园区。啊、哦，就是全家。或者是停在全家买个东西，停在全家买个东西，那再去忠犬。你看这边有指标，忠犬三 D 彩绘。啊，那我这是用走路的，所以影片会有颠簸。啊，绿灯了，可以过了，就把它过了。啊啊，这边有大段的是张美婚姻中心。啊，这有一个停车场。这条路叫做啊，叫做这条路叫做裕民街啊，叫裕民街啊，裕民街，这条是裕民街啊，其实很近，你从后站走了是蛮近的，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走路的过。啊，这里跟一个土地公庙，啊，蛮漂亮，蛮不错，土地公庙。啊，后面有个苦林，刚来开花，紫色粉，相当的漂亮。啊，那苦林的前面，啊，苦林的前面就是桑叶，桑葚的叶。现在这个时期很多人在养蚕，这就是桑葚的叶。啊，来。来到这边看到前面是智利街，哦，智利街右转就这里车区，啊，这边是那个副议长
徐元龙的服务区。哦，那看到智利街右转，这边有指标，右转进去，哦，就会看到，哎，中前三 D 彩画，中前里啊，哦，这边的话就是以犬，就是可爱的小狗，哦，看他们这边有中前里，维护的干净，他们有个回收站，在这附近就只在打扫，哦，那中前里。然后这个我的白色小屋即将要看我的智利街143号，我要开始一个店。那我们来了，来到了中泉社区，啊啊，彰化中泉三 D 彩绘，我看到哈，彰化三泉啊，彩绘三 D 中泉，然后啊。它是一个以狗为主的啊社区啊，这个可以给你休息啊，全部都是以小狗，喜欢小狗的人也可以来啊。它是一个忠犬狗狗啊，看到这是以狗为主。那我们进去的话啊，它的路全部都是以小狗啊规划的一个社区啊。到处都看到是小狗的，哦，小狗的造型，哦，来这边就是一个，有一个是北极宫，它是先奉的那个北极玄天上帝，这个地上是画小狗的，是很多的小狗的图案，这是喜欢小狗的人，喜欢狗狗的人都来这边哈，画的全部都是狗为主的，啊，可以跟他拍照，啊，这个蛮，这个以。啊，狗狗为著名的，狗狗为著名的那个社区啊，所以你从彰化下火车站爬到后站，很近，走路大概十分钟就会到，蛮近的景点。开车的话就是要停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前街那边。狗狗蛋这边也出现一只猫，哦，看到一只猫在这边，哦，到处都画得非常的漂亮，哦，不管是墙上的、地上的、天津的，看到它到处有狗的啊踪影啊，这晚上这个灯现在晚上来照是蛮漂亮的啊，晚上来看这边应该是蛮漂亮的对社区行啊。那对看到这边，因为它的话就是各地方有散落，就是这边也有，就是，有各型各样的可爱的温馨的大只的狗、小只的狗都会呈现，让你是一个蛮悠闲的一个散步的角落。忠犬社区哈，就在彰化市的智利街这边，还可以上网查这条道。那这边啊，会开个有个白色小屋正在干，就会开个小餐厅的啊，希望来就可以来这边餐厅享用。现在还没开幕，正在扩建中，就是在忠犬社区的正前方。
啊，这是我们介绍的中庭社区啊，叫自立街143号这个餐厅，看没看过，看过应该会吸引多人。自立街143号一个新的漂亮的小街，应该是一个文青的人来开的，希望大家都能来捧场。他在盖，下次来应该就开了。这个自立街143号的打听，好，谢谢各位。